理查·史特劳斯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交响诗，其中《死与变容》（Death and the Transfiguration） 是在描述一个生命走到尽头、垂死病人的梦境。他回想起人生诸多片段，怀念却无法割舍，又交杂着即将要面对死亡的无知和恐惧，像海浪一波一波侵袭他的思绪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真的像这个交响诗所描述，生命如果戛然终止，出现在你梦境中的会是什么？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以管乐的音色来回忆人生的丰富色彩。